好不好？大家来，大家来耍飞！哇，好久没跟你出来了。我上次出船是三个月前。我、哦、这三个月我出好多班，红杆班都大有。屁啦！有啊，你出的前一天哦，过几天就我出、啊。我出的那一天，我上次出主舞。哦，你出主舞那一天我大咬。你大咬，对不对？啊，你不是要跟奶哥也出一次大风大浪那一次？没出啊。有啦，你锅到锅什么拉不回来那一只啊？那个是主舞在之前的啦。对啊，在之前啊。我说最后一次是钓主舞啦。哦。11月底。哇，刚好。太久了，差不多三个月。我这阵子没跟你出船，我每趟大咬。好啦好啦，我的锅又我的锅。大家我看我影片，哇，不把地支出来看，哇，北上我也钓到大红竿。我跟你讲，搞不好是奶哥跟正义的。哎，说到正义，今天不太有来。今天奶哥本来要来哦。你叫我抱五只哎。啊，就有人跳支啊。哦，真的很扯。跳支日程。正义，他那个理由，我也不能说什么啦哦。那个什么，头去扭到。而且是什么原因扭到？啊，是因为什么原因而扭到？他好像是跟朋友玩扑克牌，然后太嗨了这样子，哇！对，然后那一把才赢600块，600块就扭到，然后不知道做了什么奇奇怪怪的姿势，然后就扭到，拉到拉伤了、啊。然后那个奶哥昨天肠胃炎，急性肠胃炎，哇、哦，太上吐下泻，结果我抱三只。结果只有我一个，你手软掉，三个位置，三个位置，没办法，因为他们太临时，看临时取消，没办法取消。对，钱照付好。对，这种跳支日常就是钱要照付。对，回去我就直接扣奶哥钱，还有争议钱。争议，你要怎么扣他钱？争议，春酒叫他出1500，直接扣他1500，真笑哎。好，那我们今天来到万豪。哦，万豪娱乐海钓船，你没坐过吗？我没坐过，我第一次。我坐今天刚第三次了。对，你坐第三次了？对啊，这么多次哦。我第一次带我妹上来的。啊，钓什么？钓小搞搞啊。晚上的。对啊，钓白带小搞搞啊。那一次两年前啊。哦，这么久了。对啊，然后最近这一次就是我前面里面过年前去钓花轮嘛，压彩。啊，钓怎么样？还不错啊，六七只。所以这一艘船你来钓都算还 OK 就对了。哎，感觉我钓的感觉都还 OK， 船长又很会教。会带。就我每次都会选坐船长旁边，因为我会东船长东西来用。原来是要东船长东西啊！就我花了完班哇哦，我帮船长损失了好几只木虾。你敢讲？你好意思讲？真笑。而且都是绝版的，卡一只少一只那一种。那我们等一下就来问船长，然后看船长今天要带我们去哪几个钓点，然后大概都钓什么东西。对，的确我们好久没钓，也跑两遍我也不知道了。然后听说昨天船长大咬，有吗？船长刚刚讲的、啊，他说那个嘎鸡就大只啊。嘎鸡，我们目标不要嘎鸡了，我们目标。昨天比目鱼，船长也说大咬啊。我们比目一个盘子就好了，这两个就很好吃了。我们等一下再来好好问一下船长。来，船长来了。好、哦，船长好，船长好。哦，刚讲到船长，船长就到。哦，破冰船长。哦，破冰，破冰。船长，今天我们大概要钓什么？这盘子比目鱼跟他们运气好一点碰到嘎吉白马。听说昨天大咬，是不是？盘子咬得不错，盘子咬得不错、啊，比目鱼咬得也不错。啊，如果今天不咬，就是我的锅。我每次来万豪都咬得不错哦。你知道我的外号是什么？大咬终结者。没有，不可能。啊，跳卡棒的。呀，对对对，我专门拆卡棒的。真的吗？昨天天气很好，出太阳哦。那个比目鱼咬到。今天天气应该不错、啊。哦，今天天气应该也不错。白马也有，对啊，今天天气很好。哦，昨天白马也有啊。有。哦，白马哦。哦，盘子。比目鱼没有搞到喽，先不要讲太早，先不要讲太早，安定因素在，没关系，不安定因素在这边。他就把船长会不会把我赶去睡觉？不用，没关系，到时候可能就是看到台客一直拉，运气问题。那我们要远一点，要跳好几只。喂，没有，我今天很空，我今天有三只的位置，看你要空几。你先后面求你。对，都我的，都我的，都我的。那航程大概多久？航程哦。远的话应该要在半小时左右。哦，那也蛮近的啦，跟小搞搞差不多。没有，跟我们跑北山。哦，对，离北山近多了啦。OK， 那我们等下准备一下，然后就
钓他，钓他。老谢的生活日常。梦想啊，钓什么盘子？一根盘子而已啊。要钩大饵哦。我上来捉你说。对呀，好啊，不要去有白马。哦，上来捉一个鸡就对了。大只哦！来，等开奖，等开奖。哎，那不会啊！这是不是勾到你的？左脚右脚啊！小只的啦，不知道什么。我勾那么大，还会钓小只的，结果什么都没有。重点是没有。哎呀！哎呀！我掉，哎呦，掉了！我要带到一只秋秀的鸡。一只啊！第一杆，第一杆就掉了个吉木。没有，我坐在上面。那你掉了啊？再开机，鱼会怕镜头。等我中鱼了，我们再来开。今天第一条，钓贝啊！爽风筝喽！钓底机也在给我钓的，手不够新啊！想不到，我以为中鱼的时候才会开机，结果钓的也是开机的。好，绑线，绑线。好了，连线组又绑好了，又绑好了。我们试试看今天到底会几条？下杆呢？下杆呢？我把钩子换小一点，先求有啊！我们先把冰箱补一点，再来拼大字。
小勾小饵骗小鱼。哦，放到150米，我们收回来换肉了，要再用小卷。小卷给袂加。啊，莫怪你袂加，伤大。看不下去了，刚刚过来调整一下。这边那个大家都在这边那个小卷要剪成这样一片一片，不能像这样一块一块。不能让你的魔咒，不能拆你的砍棒。太早讲了，还没起来，起来再说。没有开壶，没有开壶，收线收线。太早讲了啦，不抖了。还在抖。方式果然有差，角鱼一只，开壶还在。好，感觉又掉了。
说啊，在那边怎么都是你。我们来看一下冬季小搞搞，我们都在钓哪些东西？哇，这个啦！哇，有没有？这种好钓，哇，白马呢？还有这个比目鱼，有没有看到？哇，这大只啊！妖秀啊！这只啥？龟螺呀？秋哥。秋哥。哦。你看这个比目鱼这么大只，妖秀哦。哦，都是好料的啦。冬天小搞搞，这边还一只灰灰小巴郎，小巴郎，哇，拢好料的啦，有看到无？哦，那只是秋哥，我第一次看到秋哥本人。有啊，有胡子，两个胡子。看另外一个大哥的冰箱，哇、欸，有一只海鳗是不是？对啊。哦，那一只补的哦，等以后要爆的。我们来看一下柴克的冰箱，柴克。好像也掉很多哎、欸，是吓到人啊！给我吓到了！哇，台哥掉好多盘子哦。没有，有些是船，有些是我不知道，不知不觉脚下就会丢多了几只盘子，就、哦、不知道谁丢过来的。还有那个比目鱼啊。对啊，比目鱼好吃哎、欸。我主要今天就是来钓比目鱼和盘子的啦，我目标都有达成。哦，很臭屁。哎、欸。哦。那我们看完大家的冰箱了。啊、你的冰箱，我就不想提呀、啊，莫再提，莫再讲，我的冰箱不重要，不重要，好不好？好好好，大家钓得好，我就很高兴。哦，是啊。我今天是来拍大家的钓况，不是我的钓况，好不好？冬季小搞搞哈，
钓的渔获大概就是这些啦，主要就是盘子啊，盘子啊，盘子啊，还有比目鱼哦、喔，还有比目鱼哦、喔，有一个大哥钓到那个是秋钩，秋钩、喔，好大只哦、喔，白马，对对，还有白马，哎，刚刚有拍他的冰箱，哎，啊，我的冰箱就算了啦。那我们今天这个冬季小搞搞就介绍给各位。那我们今天搭的船是万豪娱乐渔船，有兴趣的观众朋友可以去 FB 找一下万豪娱乐渔船。哦，那还没订阅老谢频道的小股东，请按下面加入。还没加入小黑妹军团的，赶快去我频道加入啦。好，那我们就下次影片见啦，拜。我今天的生活，或许就是你明天的日常。爸爸，下课了，下课了。